这是国家级的，你们好好听一听，真的很棒的。这个中医的琵琶跟那个就是妙音灵的笛子，你们不在音乐会上面，你们是听不到的。不急，听完这个最后一个曲，你们会有回味的。还有，我们把你们做好，工作人员会把食物发到你们桌子上，好不好？不急，稍后，掌声来一点，好不好？谢谢。